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1月27日讯，昨日湖人115-107客场击败骑士，取得三连胜。本场比赛，湖人前锋勒布朗·詹姆斯出场38分钟，26投19中，三分球11投7中，得到46分、8篮板、6助攻2抢断2封盖。赛后，福克斯体育的著名节目主持人 Skip Bayless 发推称赞詹姆斯的精彩表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Bayless 多年来已对詹姆斯提出全方位抨击和辛辣讽刺，而闻名于美国体育界，被广泛认为是头号詹黑记者。 Bayless 用全部大写字母写道，勒布朗回到了他打造的建筑内，在那里他赢过也输过太多场季后赛，今晚他在克利夫兰带着斗志打球。三，分手感之火热实属罕见，打出了爆发式的第四节表现，阻挡了他家乡球队剩余的反扑之力，为他加冕吧。 Bayless 写道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